行。第一横要短，第二横左边要稍微长一点。撇。对，向下。带下回锋收笔。竖画。要比这个要高低要错位，稍微长一点。撇，三个撇的大小，沿先写中间这个竖，虽然竖要长一点，但是不可以太高。三个竖的间距相等，再写中间这个竖画，对着上面的竖。口紧挨着中间的竖的笔画，口要小，到梯形，上宽下窄。两个口离中间竖要近，这样子紧凑，不会写得松散。横托住两个竖的笔画，撇用蓝叶撇两头尖，中间粗。笔画多的时候，笔画要写的短小、紧促。撇，不要写太长。横要在撇的中间偏下几笔。下面这个撇，注意。的位置跟它也要错位，突出捺笔向右下方伸展，要长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字的话，上面窄，下面宽，呈三角形啊。注意这个横的间距，横的间距要基本相等，对这收这边放，高低要错位，不能是齐平。学，手点居中，注意这个粗到细，这个是细到粗，横勾，横要稍微细一点，提按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撇不要写太长，要相对要直一点。注意，横折弯，这个是较重，这个轻，手笔再重。注意的，这个起笔要粗向下，垂直到这个地方向左撇出去，手笔要尖高。这个点有粗到细，横画左低右高，不要太长。竖，这个竖要细短，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横折钩，横要细一点，要写宽，然后顿完之后向左下方斜行笔。勾上去，口向左上方靠得近一点，注意这口应该往左上方靠，空间要小，右部跟下部要空间大，也是上紧下松。这个横细竖粗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横笔间距基本相等。